这个花茶里面东西好多，是不是？嗯，就是以藏茶为基底儿。你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每年都去那边做义工。对对，布达拉宫是做义工啊？不是布达拉宫，佛学院。这个一盘又是什么饼啊？绿豆糕。尝一款点心，它发出的吃，把来看看没哈个，别整个秀色可餐。哎，我说我一把老子包得来，看上去还挺嘛大，吃那个了，吃什么？那个也那样的口感啊，够不多。小戴姐姐，可惜这壶茶就没办法打包，一定靠谁在做义工，一定要叫上我啊！好嘞，好嘞。这啥么子还吃个，也是还吃，也是还补。啊啊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从四川走来，等于到上山里走。现在你吃中饭啊？吃中饭了。这个油菜骨，肚皮浪向带侪是松花醋、红山花丝，侪是不晓得个东西太难。我根本不晓得凤凰刚才会有一张台饭店。哎，你还记得这个身高？人啊不认得，跟着你从山开吃点松包菜，啊会当你也胖的。你大家都从我们那养，你个烂娃娃有的吃了。我才是变成个苏州吃货老板一样。花人再重要的，不是水果，是要荷包，才是一张张满是好了。阿里大就没大里嘛，不记得。哦，你那边饭店已经开始三十几年了，凤凰岗一直分米糕啊？分米糕。哎，我不晓得呀，我俩没人晓得。我最高了，我话从来没看见过一道鱼哪一盘饭。哎，这是厨房间里个花甲菜。对。叫什么叫冰白？你还讲今天吃吃饭吃个？西藏讲个，上海没什么有面能比得上烧菜。没个。那张肉皮碎碎的，都不知道为啥了，就是不理这个事，今天弄忘掉。再讲一粒蒜蓉丝，哇，它一个粥。哎，最后老在累不累呢？红山八十，一道菜不咸的，再咸的不咸。我还分担高价过一扎斤的人呢。凉米王，我小辰光吃个凉米王第一个呀，那现在才改脱了。这个米呢，也比那个粗。那个米三公四个三子，我分是粗的了。那个吞出来是应该三个汤一碗的了呀。三，这个是冰箱米的。这个是放上去，把苏州人没弄，这五道这个那些什么代干嘛？你是搿种样，你是真发，真的呀！我跟你讲，一只黄鼠狗，那么一个呢，你不可惜呀？来个白日本人，那我得塞出来一本书的啦。白日本那个么子多的，啊，知道的，么子多，超多超。哎，你们是上海嘛？谁是往那个北京？北京，我做过老师，我去那一块有点澳门叫你的。一个什么字的？人家现在是搞发的，谁会勾兑就发的？啊！那东莞我从来没听起，今天吃上饭嘛，因为我看到那个是哪个地方，你来这里吃胖搞个，现在搞胖起来。我就来了啊！再包点鱼啊！啊！哎，再玩再玩！你去唱飞什么？哎，拿开支几大份口气，小伙子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谁敢叫谁？我两年之前大雨倾盆的一天，一个人到这里来寻寻觅觅，寻找我梦中的行春桥，走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沿着范成大的足迹。人间没情啊，没有情啊，只有一个老刘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。现在是贵宾台安住啊，旁边我有三个超高嘞。那个谁是你现在趁热的地方啊？三居高红袄婚礼，帆船划轮椅，那种活动，谁是当高不当高？根本就得先去趁热是吧？结束了，先到那去参观参观了。来来来，那个是蓝色系的康师傅厅，那没人的啦。